赚钱嘛，缺钱嘛，有东西可以做啊，做一次可以赚30千新币，你看有没有看头？你介绍我，我这边缺人做工，哦，这个可以赚多钱的，30千新币到50千的，最少30千有的啦。你看有没有朋友真的缺钱的？你跟我讲，好，介绍人给我。这个是要拿那个钱哦，过 custom 的，这些钱是黑钱来的，要拿去洗白的。这个是恐分进去坐牢的啦。不过这个钱就是那种啊需要钱的人可以坐的，一次过可以拿新币30千啊。缺钱的人可以做了，洗黑钱不是这样的啦，用户口出境，因为你的钱的肮脏啊，你把它寄来马来西亚，转一千回去就是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们需要人哦，就是拿那个钱过别的国家，啊，这个东西是恐分种啊。啊，不过可以过的话，可以赚到那个钱的 啊！你看讲了，有人你介绍我，那你帮我看一下马来西亚有什么人啊？有卖香烟那种走私的，因为我这边多货，可以卖便宜啊，清给你们啊。香烟是什么香烟？走私烟是什么的？什么牌子？新加坡烟哈？没有啦，全部都是啊，走私的 ，Texas 啊 ，Marlboro 那种啊 ，Marlboro Light 啊 ，Marlboro 也是有啦，好、啊，全部走私 ，L&M 啊，全部走私的，便宜的啦，对啊，啊，印尼的也有，马来西亚也有，就是卖便宜啦，你看有没有那种商家哦？因为我们出是50条啊，一整盒就是50条的。啊，你看便宜的人叫那些人买了给他们拿去卖咯，便宜就对了。因为我这边很多货啊，我全部要 clear 到完。啊，你看新加坡有没有人要买啦，马来西亚也可以啊，就是可能可以密封扔还是什么啦，啊，你们拿了哦，然后你们自己拿去卖，比外面的便宜很多就对了。50条啦，一个 box 里面50条啦，啊！小龙，我听说黑龙的事情已经。